好，热烈邀请美国的各行各业以中式的美食来替代早已经吃腻的火鸡肉，欢庆感恩节。在南加州著名的888海珍大酒楼，最近盛大推出了感恩节的舞会，再搭配精彩的歌舞节目，与民同乐。一次邀请数百位嘉宾，热闹开场。888海珍大酒楼联手南加州知名企业顺发超市，一同庆祝感恩节。不只推出叫好又叫座的餐舞会，同时也献上满满祝福。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大力支持，我们特别准备了火鸡，还有现场的乐队，抽奖作兴，希望大家吃得开心，玩得开心。欢乐品尝美食，畅谈一年来的辛劳与丰收成果外，主办单位888海珍大酒楼还精心安排许多歌舞节目，感谢来自各行各业的嘉宾。今晚好高兴代表青岛啤酒来这里参加今晚节目，祝大家 Happy Thanksgiving Cheer。 在12月20号参加我们的圣诞 party， 还有新年2月7号的 party。 延续美国感恩节习俗，美食美酒饱餐一顿外，活动还提前预祝美国耶诞节与华人新春，欢迎更多在美华人提早预约定位，欢喜过节。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。